看透里面的那个信息是什么吗？蛮弱的。马上有钱，在马上就有钱。然后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不是钱的问题，是真正我觉得是还是平安的是最重要的。没有平安，有钱也没有用。是的。所以今天大家听到我现在在感冒是吧？但是，神好像是在年初的时候给我一个给了我一个打击啊也好，是应该他爱我，让我能够更加用祷告来更加接近神，是这样子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马年真正能得到一年当中真正神所赐给我的平安与喜乐。阿门。我们一起来闭目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今天是2014年第一个礼拜，神你此时临格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体验到圣三位一体真神时刻与我同在，包括我的学业当中，我的工作当中，还有在我家庭当中，在我身体当中，能够真正体验到每时每刻神的时刻都在我们身上。2014年让我真正能够时时与神同在，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通过我们的赞美，通过我们的礼拜，通过我们的敬虔的礼拜，能够更加接近于神。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面前，向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呢，看一下歌词歌意，走上主的道路。
在2014年，把我们嫉妒、纷争、斗气、怨恨，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十字架面前全部都抛弃，愿我们彼此相爱。愿在2014年，让我们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江河。 Yeah.
主赐给我们平安与喜乐，你赐给我们平安与喜乐如泉源一般。我愿用我的身心来告白，主耶稣，您是我的主，您是我的主宰。让我们在2014年，让我们真正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主宰之下过我们这样的一年，让我们开始新的一年当中，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我们的礼拜，向神面前告白，重新的我在2014年当中再次站起来，向主耶稣基督你的道路去行。虽然主的道路非常艰苦，非常流离，但是我们愿意跟随你，因为在你里面有生命的真正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有兄弟姊妹真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平安与喜乐。向你祈求，我有奉告耶稣